我们在给朋友发送照片或者视频的时候，一次性发送多张，发送速度慢，而且的话也容易被压缩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技巧是如何通过苹果手机的一键打包功能，可以快速的发送照片和视频。该怎么操作呢？一分钟教会你。苹果手机该如何打包发送视频呢？给大家做一个测试。我们首先打开图库，打开图库以后呢，找到多张视频。然后一共选择了22张照片，然后点击左侧这个选项，然后的话往上滑动，在这里大家会看到有个打包发送选项，我们点击一下，这样的话它会直接对视频照片进行打包。打包完成以后呢，我们点击左侧这个选项，然后点击微信发送给好友，点击一下，点击发送。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把打包22张照片直接发送给好友了，而且的话保证照片不会被压缩，而且的照片的话还能保证原画质不会被压缩。如何获取打包发送这个指令呢？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抖音，打开抖音以后呢，我们需要搜索万能指令这个选项，进入以后我们输入694694，然后点击右侧的搜索选项，在这里的话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照片打包，我们点击，然后的话就可以直接复制，复制完成以后呢，我们把它粘贴到备忘录里边，贴完成以后呢，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的快捷指令里边了，然后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强烈推荐，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，拜拜。